吃饭是个很开心的事儿，更开心的就是陪着同一个人吃很多的饭了。冯小厨陪着孙俪一起吃了22年的美食。我特别感谢，今天来的所有朋友，感谢我的家人，特别感谢孙俪的爸爸和妈妈，生这么一个好女儿让我享受幸福。羡煞众人啊！7月18日，孙俪40岁生日，黄磊通过微博晒老婆美照，送上生日祝福。照片中，孙俪双手捧着大树的鲜花，眼睛微闭，幸福写在脸上。黄磊附文说：“宝贝，生日快乐！”并特意艾特了孙俪，大秀恩爱啊！网友看到此微博后表示：“生日快乐，岁月从不败美人。”感叹这一声宝贝叫的那个酥啊！过生日都不秀恩爱了，那还过什么呀？7月12日，钟丽缇在微博为丈夫张伦硕庆生，还晒出两人亲密合照，看上去十分登对。 Baby 生日那时，黄晓明约向华强夫妇等人在酒店举办派对，为 Angelababy 庆祝28岁生日。有报道称，黄晓明为 Baby 准备了惊喜，特意让工作人员在游泳池旁边布置了玻璃屋，里面摆满了各式花朵和投影幕，恩爱秀得如此豪气，不愧是黄教主的办事风格啊。